这东西蛮强的，它可以赚两张牌。嗯，这个我想一下。你这个账号是骗人的哦，怎么可能只玩黄金果，对不对？灵摆召唤，效果，效果，再捡本家怪，捡什么上手？捡龙河也可以，鹤烙也可以，不，想一下。等下配右手进一张，我就可以检索本家，再跳一次。原来真正的赫卓龙是你。好像有几率不死哦。鬼挡，凶凶凶！神功，人没了。现在龙岩魔神抓环境还蛮强的，一遇到相间就是吃两只。根本打不了。让我抓本家怪，跳上来扁你啦！我直接升一个凤凰小子还有机会，啊不行了。跳誓约效果，咚咚咚咚，人没了，解吧。想要遇到眼牌啊！三刀套组，
嗨，哎，耶耶，不是加400那个、啊，那是废物、啊。泰隆才多少钱？400块。有桌垫吗？有啊，就是它是特卡桌垫加卡套，然后贵在卡套。风闪那组吗？我是两个都有买啊。哦，想不到吧？可是我觉得这张没有到钱。这张好像没有到很强，怎么办？我记得他是打死人可以扣他攻击力，然后可以选双方墓地的一张额外怪兽，直接特找。他可以干人家的凤凰小子，算是一个特色。像这边就有很多银法。如果要稳的话，就是做八加八啊，这么狠，分给的。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？我觉得应该要理撤的。来不及啦！噔噔噔！你已经中了我的魔法喽！啊，我忘了。已经开过效果了，小心！请问有事吗？我没事。再来一只，他等下可以做三件事情，完蛋，一滴啊！他现在开有点亏，来不及啦，兄弟，来，
你可以做两件事情：一上吊，二投胎。多次打击吧，因为现在是换新构组啊。